好，那这个时间呢，我们也带您呢来看另外一个消息啊，就是这几天我们连续关注的华人盛典的进展，然后都带您抢先来看精彩的部分。由凤凰卫视和20多家知名海内外最富影响力的华语媒体联合主办的“世界因你而美丽”2018-2019影响世界华人盛典，将在3月30号于北京凤凰中心举行。本届终身成就奖呢是众望所归，由著名的艺术家韩美林获得，他将会亲临盛典现场和全球的华人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荣耀的时刻。世界因你而美丽2018-2019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在即，因其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及在国际艺术发展中的卓越贡献，著名艺术家韩美林获得终身成就奖。韩美林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艺术实践者和开拓者，其创作涉及广泛，包括绘画、书法、雕塑等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、2019年猪年生肖邮票等一系列广为人知的作品均出自韩美林之手。2015年，韩美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和平艺术家称号。2016年获威尼斯大学荣誉院士称号。2018年获国际奥委会顾拜旦奖章，成为中国美术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。此外，韩美林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捐资赈灾助学，向国家捐赠画作，以实际行动促进中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。同人民在一起，与传统共命运，这决定了韩美林为什么这一辈子不画重样了。